国中还是高中，我想那时候很有明星梦嘛，但是我爸妈都是反对。然后有一天晚上，我就想说明天要离家出走，到台北去找胡瓜，然后告诉他说我很崇拜你，我要拜你为师，当艺人这样。那现在坐在这边，就是跟梦一样。你还记不记得一个叫郭美珠？郭美珠有男生，他唱完歌，飞哥就没有访问他，那我就冲出去，哎，什么代志？他说你那么敢访问啊？啊，你也不是迷路被访问上，就一巴掌给我啪打，直接打啪，我就打哦，我你给他扇脆背，你好大给他扇脆背，你给他蛋，我给我说，你首相，说蛋，南非的蛋鸡，什么蛋鸡？叔啊，你给他扇脆背啊？你是你给他扇脆背吗？是我不对，你敢讲一摆，是不是你？笑。谢谢那一段嘛，那一场我坐在前面看，很好看。后来飞哥也是很喜欢刚刚。国中还是高中，我想那时候很有明星梦嘛，但是我爸妈都是反对。然后有一天晚上，我就想说明天要离家出走，到台北去找胡瓜，然后告诉他说我很崇拜你，我要拜你为师，当艺人这样。那现在坐在这边。就是和梦一样。那你今天有这个机会，最该感谢的是要感啊，要感谢冰冰姐跳槽成功。对，你要就心存感激。其实冰冰姐一直很照顾我，非常的照顾我。然后她也跟我说，她冰冰秀啊，在中视呢一点的时候，会有一天她说她一定要做到周末八点，然后她。希望我可以站在他旁边啊，结果就做到周末八点啊。站在他旁边的不是我，是贺一航，贺大哥啊。杨凡吧？没有，刚开始是贺一航。然后好不容易等到贺大哥死了嘛。你可以说走了就好了。等到贺大哥走了，我想说应该到我。哎，结果不是，哎，是杨凡。那我在想，哇，我要跟凡哥说，凡哥，我这一次要等多久？等没多久，他把凡哥跳，哎，我只是说我当他副将就好，哎，结果没有，我突然到中视变主将这样，所以这个怎么讲，天时地利人和。